当年我娘带着我从盛京来到了北新，在我的记忆里你差不多五年没有见她了吧。她当时特别开心，一路上就在问我，你马上要见你爹了，开心吗？我知道那是她开心，她盼着想要见你，而我对你没印象。我只知道我有个爹，而我这爹在五年里头天天让我娘以泪洗面。十年前我亲眼目睹着我娘死于乱枪之下，为什么？就因为她是你萧海山的妻子，他曾经为了你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，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等你去看他最后一场演出，可他等来的不是他的丈夫，是一颗仇人的子弹。直到他含恨鄙言，你都没出现。我觉得吧，之前的赌约实在是没什么意思，不如这样，今儿呢你跟哥几个掰个把子，我保证日后北新城没人敢动你一根汗毛。三哥，你真准备把明月抵给我吗？我老三说到做到。三少真是大气，为了跟林姑娘结拜都把整个明月给让出来了。林姑娘，女校里那些谣言你真的是误会三哥了。哎，林姑娘，你只要跟三哥和好如初，那我们哥俩给你当牛做马，当你跟班都没问题。哎，你随叫随到好吧。咱今儿就拜把子，来。来，你喝茶，我干了这杯酒。之前不快的事儿一笔勾销。好。就算我相信那些谣言跟你无关，但我在北新城只是暂住，很快就会离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一路人，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。只要你萧三少高抬贵手，我在北县就能过得很好。林姑娘，